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收看我们新一集的后台节目。希望你在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已经在温暖家里享受元旦假期，还有2021年的到来了。你的跨年方式怎么样呢？欢迎讲一讲，分享一下。我知道许多人会选择看着跨年晚会来迎接新年到来，这也通常是我的跨年方式。那对我来说，除了跨年晚会本身很有趣、很漂亮、很宏大，其实我也一直好奇，就是这种超级大型的直播盛会到底是怎么样组织起来的。就是我们今年的整体的视觉风格和方向会叫前几年的江苏卫视跨年晚会有一个颠覆性的改变，会让人有一个耳目一新、眼前一亮的感觉。这是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的总制片人王希老师，从跨年演唱会开始筹备一直到播出，他都参与其中。那正如王希老师所说的，今年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在视觉呈现上真的非常厉害，尤其是各种增强现实的特效特别特别强大。正是崔永江老师，在这场跨年晚会中，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特效画面都是由崔老师和他的团队制作而成的，而其中几乎每个节目都用到了 AR 技术。这一次的话，在江苏跨年这么一个神奇的舞台里面哈，我们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发挥的空间，所以在江苏跨年演唱会的开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那个 AR 的呈现。在薛之谦的这个表演里面，那我们也使用了AR 的技术。AR 简单一些的解释，就是将虚拟的内容叠加到现实的内容上，而不是像 VR 那样完全把你拉进一个虚拟的世界。那比如在现场，我们看到的画面是这样的，电视前的你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啊，非常神奇。AR 实现的难点其实主要还是把这些虚拟的东西给固定到现实世界里面，不然看起来就会像这样，非常的假，飘来飘去。而且要固定这些虚拟内容，会需要很强的运算能力来进行计算，何况这是直播，你需要实时的运算，还需要考虑到延迟、同步、推送画面给所有的观众，这些问题都非常复杂。我个人觉得江苏卫视今年跨年除了 AR 以外，技术难度最高的节目应该就是这个天外来物，涉及到技术点实在是太多了，非常夸张。我们团队有幸跟进了这个节目的前期制作，了解到了它的幕后。节目里薛之谦要飞到天上的部分，会先让他在一个绿幕场景中进行拍摄，那这个时候他就要换上和演出当晚同样的服饰还有妆容，身上要穿好威亚来做一些飞起来的动作。那在这个拍摄完成之后，崔老师和他的团队会把它抠出来进行前期的特效制作还有合成，构成这么一个虚拟的薛之谦。那在正式的节目之中，逻辑上就会有这么一瞬间从真实的薛之谦切换到虚拟的他，飞上天空啊。那要想做的天衣无缝，这其实还是要花不少功夫的。那比如说虚拟的他和现实的他，无论是光照还是阴影，方向都要对齐，而切换的瞬间也要足够的流畅，才能够不露出破绽。而薛之谦真正飞出场馆在天空的画面，其实是一个虚拟的机位，也就是说这个机位其实是完全合成的画面，不存在现实中，也没有实拍。但在节目过程中，你也会看到他的炫酷火焰特效，还有场馆中这些天上游动的鲸鱼，这些就不全是这个虚拟机位了。那这些同时具有实拍和虚拟内容，所以实现方法就在摄像机上再装上一个虚拟摄像机的定位系统，再把它们两者给对齐，就像是眼睛这样对齐，这样确保了虚拟摄像机和现实摄像机的参数是完全一致的。然后虚拟摄像机会把采集到的数据送回到事先制作好的三维场景之中，那具有强大算力的服务器会再运算出虚拟画面，把它和现实画面叠加到一起合成好送到导播台，这就完成了虚实结合的 AR 直播。所以逻辑上现场的摄像还有导播都是可以实时的观看到这些渲染的效果的。因为是直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导播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那今年晚会的机位加上虚拟机位一共有38个，那在导播间你就可以看到38个机位真的眼花缭乱。导播李庆文老师和他团队不仅要在这么多机位中准确无误不穿帮的进行切换，同时也要配合 AR 节目的虚拟镜头再来完成这些复杂的镜头转换。因为 AR 它有自己一套独立的系统，那它会提供给我几个画面，若干个画面啊，然后我会根据这个歌曲的内容以及 AR 它要表现的东西去来回做切换，就是把 AR 和
和我们其他的摄像机的镜头是给它去组合到一起。这次的导播团队大概有40人左右，那早在9月份他们就参与到了前期策划之中，不仅要与舞美设计团队进行交流，同时也要参与每一个节目还有环节的内容策划以及舞台调度设计等等，那这都是为了确保拍出来的镜头能够连贯，能够好看。而在现场，导播和导播助理之间也是保持着实时沟通的状态，来让晚会更加高效的进行。我们最后一天直播的总的工作人员数量会超过1000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庞大的一个系统。这1000多号人，我不用每一条指令都让这1000多个人同时知道，没有必要。我们叫各自分管各自的岗位，分兵把守，各自做好各自的本职工作。每一年为了保证信息传达的有效性和效率，江苏卫视在通话系统的投入是非常巨大的，会针对各个不同的组配置通话方案，而核心岗位的40个负责人会配备7G 频段的通话系统，这个可以有效规避别的频段的干扰，来确保通话万无一失。这些负责人接收到指令之后，会再将信息通过通话系统布置给手下，所以整体的沟通效率非常高，虽然人多，所有的部门都可以井井有条的来工作。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作为一场直播的跨年晚会，新年倒计时的卡点其实特别值得推敲，因为你可以想一下，这是一场直播啊，前面还有这么多节目的晚会，是怎么控制到一秒不差的和大家一起来喊出2021年来了的？就首先导演团队会针对整场晚会的时长进行充分的把握还有考量，毕竟是直播，现场不可预测的因素还是会有很多，所以主持人就成了节奏大师，导演会把信息通过通话系统传递给主持人，哪里快哪里慢，哪里应该强调，这是非常体现主持人专业性的地方，但即便如此，直播本身还是有延迟的。那为了做到和我们的时间同步，在导播车里你其实会看到一个时间精准的钟来呈现北京时间，另一个钟则是呈现整个晚会的倒计时。那在迎接新年的时候，导播会算上所有的延迟，再通知主持人开始跨年，这样我们才能够同时一起来迎接新年的到来。我们这个团队经历了几十场的这样一种直播，之间的配合的默契程度和这种补位的意识已经是很强了。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这几年其实出现了非常多精彩的节目，被封为经典。那不难发现，幕后的主创团队对节目的把控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舞台这一块区域了，通过特效、灯光、各类舞美设计、AR 拓宽了舞台的局限，给表演歌手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实话说，我个人一直觉得后台这个栏目，不是自夸，真的挺好，这是对我们团队来说，我们真的开了眼，看到了一个真正专业的大团队是怎么样来给观众实现这些视觉盛宴，我们真的学到了很多。可能有的朋友会说，这些知识太专业了，场面太大了，离我太远了，但谁能想到几年以后你会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呢？至少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有机会走进江苏卫视的跨年演唱会的后台，也许将来你也会进入到这些大项目的后台，成为其中的一员。我觉得我们做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我希望那时候你能够心里有底的走进去，因为你看过了，你了解了一个专业的团队的运作模式，这对你来说不再是未知，也不会再恐惧忐忑，那我就会非常开心，因为这样真的帮到了你，让你能够更有自信。那好了，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的话，请务必点赞、投币、转发，哦对，还有关注我们，这会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最后祝你2021顺顺利利，我们下期再见。